我们刚才收到法院的裁定，花莲地方法院以没有羁押的必要为由，驳回拒保，改为拒保50万元。检察官已经在抗告中了，我们在收到裁定的第一个时间点，就在准备抗告的这个理由书了。对于这个法官的裁定，好像有点不太高兴。这不是高不高兴的问题。我们检察官一定是认为有申请羁押禁见的必要，我们才会去做这个动作。那今天法官没有准，我们现在要面临的是，我们要如何的去把这个区块把它给补起来。今天死伤的人数这么多，那其实我们检察官有可以收证的，已经先去收证了，但是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点就完成全部的，当然有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厘清。那人放出去了，我们将来我们要如何的，他会不会潜逃或者是为其他的，这个我们谁也说不定。所以我当然要尽全力的来做这个抗告的，我尽我们法律上的理由。